thank mm -hmm. 翻开本次第五十三页或一面，第五十三页或一面。我们请看这第二行新六。 慧心，若佛此空慧，非无缘；知体明心，分别一切法，假名出者，与道通同。取可行因，入胜手凡，灭罪起福，福起尽是体性功用。 一切见常乐我欠，烦恼费性不明苦，以费为首，修不可收官费，入中道一地，其无名障慧，非向非来，非远非近，非八道，无生灭，为光明眼，为照乐虚。 方便转变神通以智体性所为费用库。好，我们就解释到第六课，就是慧心。我们直接看查自己的解释。之前云只是费心之意。 即般若波罗蜜也。白金明正心处，成就第六般若法门故。翻译般若，此云智慧，以是智能造见，非能了见，于见分明无后，能转物也。好，就到这。 之前他就这么解释：“此是非心之意，即波罗波罗蜜也。这是解释非心的意义。也就是波罗陀，波罗,罗波罗蜜波罗陀。北京民政心错。 另外，其他经典就叫做正心处。那什么叫做正心处呢？下头就解释说，成就第六般若法门库，就是成就第六库般若法门的圆库。 根据释教育接处护风器，基础他就这么说：成就第六阿罗法门，名正心处，跟我们这里一样的。那么在他里头的这个主题就这么说。 说菩萨成就般若，那么慧心才是所谓真正菩萨成就般若，那么慧心才是所谓真正。在补上，他就这么解释：说五度是行行，前面五度所谓行行。 今波罗是慧行，现在波罗蜜、波罗的法门就属于慧行，有属于行行。前面的五度就是行行，也就是福德的质量。现在波罗就是慧行，就是智慧的。 知量事项的障碍能够灭除，真正的真理才能够显现出来，所以叫做成就。所以称作成就第六波罗法门的轮廓。接着我们看下头。 的启示。翻译波罗，此名智慧，以是智能照见，非能了天，于境分明无惑，能转无言。翻译波罗，此地翻译叫做智慧。 翻译出智慧，就微妙的智慧，非常殊胜的智慧，根别不是世智辩聪普通的智慧。一、啊、是智能造天，这个“智慧”两个字，它有个别的意义哦。啊、因为这种的智。 他能够照见境界，照见种种的成境，未能了清，这个慧，他能够了得这个重庆。所以这就是照，慧就是了，照尽了尽，于境分明无后。 能转物业，对这些情成现了，照了的分分明明的，一点也没有迷惑，所以就能够转化众生。转目就的转化众生。假如我们最近界， 不能分明照了，有种种迷惑颠倒，我们自己都需要领家度，我们怎怎怎么能够度众生呢？所以，要度化众生，我们对这些重庆必须照见的分分明明，一点也没没有迷惑颠倒。 有政治正知正见，才能够教导众生，所以智慧非常要紧。我们在广修六度万恨的当下，都要有波浪配合上去。使你所修的这些行，都变成无漏正信的功德。 有三轮体空，就是波浪的妙用。假若不能够三轮体空，虽然造作了许多善法，都变成有落善，将来顶多升天，天福享尽，仍然要堕落，所以必须要有波浪。 这是我们婆家最要紧的法门。接着，我们再看何处的解释。何处言此亦可别对正心助者。路中道一地，则容貌如佛，要须方便。 则心相异同，何处究竟之少真心也可以特别来配对正心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在正心测《相中纲要》它就这么解释。 喂，作文征费，心定不痛，名正心错，意思就是说，所听闻的，人家来赞叹我们，诽谤我们，中草也就是所谓的八风，都包括在里头的，盛衰苦乐。 空气、肥力都包括在里头。听闻到这些，把风在吹哦，我们心，要如如不动，心定不动，心都安住在正定上头，如如不动，这个叫做正行处。所以这里说，说路中到一地。 能够进入、中到第一义地这一种的地理。唯独这一种的地理没有其他，就中到一地。那么外头的容貌就如同佛一样的，要去方便，则心向一堂。什么叫做要去？ 方便，我们方便小处，就是说，这个虚，就是虚空体性之心，也就是又虚，也就是一样，虚空体性之心所发生的无量方便，那么他的心相，也跟佛一样。 我也同时如此哦。另外，也可以这么解释，就是随其意要，这个“要就是随着他的意要。能够虚荣无碍。 身体诸多的方便，这个虚后边也有几次说虚荣、无爱，身体诸多的方便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躯体的说明。 聚钱员上来一定灭货，则货物不浅。离集定中发生空会由空会贯入中道第一异地，弥补以致体性为费用库。至于。 十度万恨，皆以智慧为元首。此慧是金刚妙慧，此心是一真无障碍，尽虚空，并法界，圆满无碍之心。凡夫论六团为心，是黑暗之心。此菩萨论虚空体性之心。 是光明之心，即是慧心。好，具体，他就这么少。上头，上头的经文以来，哎，是一定来灭烦恼，用这个正片。前面是定性啊。 以这个正定灭除烦恼，那么烦恼就没有不减除的。而在于这种极定、极病的禅定、暂寂的正定当中，可以发生真空体系，本源妙会。 由这种真空体系本来庙会的惯法就能够记录、正录、做到第一异地，中到第一异地啊！弥补以自体系为费用过没有铺设，运用街场造庆之次 的体系，作为了尽之会，微妙作用而明窟。至于说到十度，十度就是六度加上方便愿力智，合起来就是十度。十度开出来就是万恨万就是别意非常多，而且是行门。 十度万恨，这么多的心们，都是以智慧作为首领，作为领导。智慧这种的慧，就是金刚微妙的智慧，这种的心。 就是一种法器，没有障碍，进入虚空，做品法器，圆满无碍的心。凡夫往往就是万能落团为心，执着我们落团心，就是我们的心颤，这个不是我们的真心。 只是乐团假心，这是黑暗之心。而这位的菩萨，他是任虚空体性之心哦，广大犹如虚空哦。所谓的“两足杀气哦。是吧？心包太虚哦。 所以是虚空体性之心，这种心它是无形无相，就是我们的真心，就是光明之心，这种心就是慧心,心,心。所以我们的真心哦，它是不生亦不灭，不长乎不断，不一亦不依，不来亦不去。 也是不过不尽，总长不增不减，也不是长短方圆、青黄赤白可以形容，是言语道断、心行出灭这个就是晦气。 接着，接着就正式解释经文了。若佛子空会非无缘，乃至是体性功用者，就到我们前面经文第二行，福体尽是体性功用，到这个地方。 止铁云，止铁偷铁市上。空会非无缘，自体性功用。一切，证明佛止铁心体用，体用观照之意。言空会非无缘者，为此真空体性，本源妙会，非是无缘而生，又非集缘而生。 世即本有空慧，明明之体，明之为心，不假他人故也。以是真治觉体，本无分别，而言分别一切法者，唯是真心照用，不同恶身，非心明智，无缘一切生法，亦不同出反复外道分别事行。 由假因缘汇合而成，假名主成，假力其名，实无主宰。虽为是法，皆即依真而起。如坡如水之破，依水而有；菩萨依波而智造，于足妄形了然无二。 始于自道通通以外，至同同体无差别，故曰假名除者，与道通通也。啊，我们先看到这，之前就讲四少，空慧慧无言，一直到提醒公用这一阶段的经文。 正是说明佛子费心体性妙用观照的这种意义。讲到空会非无缘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这种真空体性本源微妙的智慧，不是无因缘而生起的，又不是就着因缘而生起。 无然是什么？是救他本鸟，也就救救他这个本鸟。我们本来就啊，心性当中具有的这种真空妙会，明明觉知啊，觉知的这种性体，这个就叫做心。 是不假借其他因缘的这个缘故，一是政治决体喷雾分片，因为这一场政治真实灵敏、了之，明确他的身体。 是本来没有希望分别的，而也按分别一切法场，而这里说分别一切法是什么？唯是真心照用，唯独是所谓我们的真心，关照澄净微妙的作用，不同二二二圣灰心冥次哦。 不缘一切生法，啊，这一种不同于二圣圣者微信名次，不同于这一种，将这个心测，也都泯灭,灭了，二圣圣者是如此、啊，比如他这个啊，露面的时候。 就是飞升名次，通常会讲飞升身体的身，啊，这里就是说飞心名次，飞升也就是将这个身体给涂皮了，腐化了，连能观的这种破漏的智慧，诶，把把它这个名前泯灭了。 这个叫做非生明次，而这里就是说非心明次，不缘一切生法，不攀缘一切因缘所生诸法，而不同于诸多凡夫外道需要分别的这种事情。所以是，就是以了别为业。 以了赔为业、啊，啊，而了赔最最厉害的，就是第六意识，要分别心最重，啊，前面的五识也是有，但是都是因为第六意识的关系，使令前面五识，而能够了别了别诸多的成境。 那么，这里也不同意出头反复外套虚妄分别的这个事情，有假因缘汇合而成，由假借因缘把它汇合而成就的假例名称称作一个主宰者，这只是假例案例，假设案例。 它的这个名称而已，实际没有这个主宰性的。虽为世望，皆以真而起，如水之波，依水而涌。虽然说都是属于虚妄，但是、哦、这些妄法也都是因为真夺而生起。 就如同水之波，以水比喻作真如，以波比喻作光法。啊，就如同波的这个水之波啊，海水的，比如海水，而激起波浪，这些波浪是依海水而有。那么这位的菩萨，他能够依照。 这种破了智慧的观察，非诸多的妄心，虚妄虚妄分别之心，了然无二，能够明了洞达，但是，哎、啊，知道它是一如的，没有两样的，真望一如的，啊。 这个叫做无二，实于至道通同一外，体无差别。故曰：假名出者，一道通同也。实际都是跟这个自己的道法，也就是我们真如本性，是笼统相同、一味的，更没有分别的，体性是没有差别的。的 所以，说,说，假名除草，以道通跑，啊，他草，取果行因等草，是名费心作用之一。为此菩萨直超佛果，为于本源平等空慧修因地行，即可入圣守凡灭罪起菩提。 凡夫以我相分别，处处不得解脱，故佛圣人无我，能以般若自照，处处皆得自在，故现。即此凡生迷雾，无现菩萨是此，尽是体性功用。所谓从凡夫来者。 用其事行，从圣性中来察，用其智慧，四次圆我恶体，唯在用处有差殊耳。好，不错。取口心音等等，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？就解释说明，卫心观测 妙用的这种意义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位的菩萨直接能够超越而趋向于佛果，唯独是运用这种本源、本源心地平等真空的妙慧来修因地之行门那么就可以啊正入圣位。 舍去凡凡情，灭除一切罪业，升起种种福德。不是啊，凡夫因为这个我相执着我相，他看不清我、哦，我们身心是四大五蕴假合，他看不清，知着当作这个就是实我，这个就有所谓的我执啊。 这个叫做执着我相哦，啊，那么凡夫众生因为执着我相，所以种种虚妄分别，所以处处都不能够获得系统，所以就受缠缚。而圣恩他无我，圣人他能够关照，照见五蕴皆空哦，能够度一切苦厄、哦。 走见五蕴皆空，在五蕴法当中，没有主宰草，没有自在的作用。关键的无我，也就是他能够运用波罗微妙的智慧来观测一切诸法，五蕴身心种种诸法，为处处，在每个地处，在在处处都能够获得自在。 自由自在，所以能够获得系统。就这几种凡夫、圣人、迷惑、觉悟、禅悟系统，在菩萨来看，看来，在菩萨看，看来，完全都是这种，呃，本体性分的功能得用。 这种真如本性、本体性分的功能的用，所谓从凡夫当中来的，就是运用种种的事情，都是虚妄分别；而从圣性当中来的，就是这些佛菩萨，他们都是运用智慧，运用波罗的妙会，什么叫做智慧？ 这就是不分别就叫做“是”，什么叫做“是”？分别就叫做“是”。难道是“是”字原无二体哦？分别的是心，无分别的智慧，原来没有两种体现，唯独在我们运用处分有区别不同罢了。 网度众生就是运用事情，所以就种种虚妄分配，虚妄分配就希望啊，这个啊，起破造业就受苦，都是虚妄的。而佛菩萨不如此了，不是运用这个波浪妙会。啊，一切就是啊，游戏人间呐，教化众生啊。 那生死，大也实现生死，生死就是实现的。他已经了脱生死，已经得自在了，所以可以在十方世界实现生行度化众生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何处的解释。何处缘空非草，标第一一。 空真慧之体也，此之妙慧，非同二圣断空，一无所缘而已。当此即是明子之体，一民真心。外道迷此真体验，故分别一切法，假名诸法，难及此外道二害。 一本理觉道通同，二身不了此体，故当取苦行因，六生受烦，灭罪起福，一切福者皆是自心。难其此二身偏废，亦是此体性之功用。何处就其事说？ 空会者，空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标举出第一义啊，第一义空尊如的妙会，这种的体现。这种微妙空会不同于二圣断灭之空啊啊，断灭空就一无所攀缘啊的情形，应当了知啊。 这种的空幻，就是明明觉知的心体，也就叫做真心。外道之人迷惑这种真心的字体，所以就分别一切诸法是假名。这个呃安利，呃、啊啊、有主宰的这个情形啊，这个分的旁边两个冒号。 请注意，把它去掉啊！这个多余态。然而，就这这种外套恶劣的会啊，哎，本来跟这个绝套，明、啊、觉真如的这种道法，笼统相同的啊，二圣的圣草。 不能够了达最种的啊性体，所以只是能够取口行因，取这种寂灭之果，而修行他的这个因啊因地所修的啊，就修四地之法啊，修这个十二因缘之法，他就能够、啊。 正路圣威舍去凡情，灭除罪业，升起福德，一切的财富职责都完全能够洗脱清净。然而，就着这种恶圣圣者，天空的智慧也是随我们正入本性，把呃这种呃本体性分的功能得用。 曰：“得古器器，古器器名康惠者，举第六拓，民行相中，非无缘者，标有所依缘也。为意无信，依他起故。何为所依？未能知体，明知为心，了别一切法，假名主者。” 心王信库，与道通同者，与会相应库，记住圣胎、当路圣等，尽是会心体性公用也。好，到这，五七七就请四首，公会草，公会这两个字。 就举出第一条波罗多，啊，就是也就是取张门的意思。然后下头就说明这个形象，说明形象当中讲到非无缘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标题出它是有所依托的这个缘，慧意无信，而这种的智慧。 也是没啊，空无自信，因为他也是依他起性的缘故。何为所依？那么什么叫做所依呢？为能知体明知为心，所依的就是能够黎明觉知的性体，又称它叫做心，也就是真心。了别一切法假名，除此心王心可明了分别一切诸法。 假设安利名称称作主宰的这种就是新王体性的变化啊，八世都有新王新手。八个世哦，八个世，人耳鼻舌身意啊，第六意是第七世，第八世，第七世就末那世，第八世就是欧莱耶世，这个八个世啊都有新王新手。 而这里假名出场就属于心王体性的轮廓，比道通通者，比道通通什么意思？就是与会相应的轮廓。既然安住圣胎，就当入圣灯塔，应当就要入圣手，烦恼灭罪祈福了，这些就是，所以说登塔，这些完全都是。 随会心乐、哦，而、啊、且这,这一场本体性分功能的得用，好，接着下头一段，一切一切常乐我净，烦恼会心不明阔，以会为首，每次一次提醒所有所为会用故者，好，这个就一直到经文的最后了、啊。 只前一遍，只前就解释说，一切坚持所谓费用过一切，生明空会观照之意。啊，说到一切千，一直到所谓费用过这一段，这一段的经文是深述说明啊真空妙会观照的这种利益。问。 要多就假设问他，问一切净生凡生福福体何处吃别以凡夫恶圣一切道歉，皆有不痴，如来常乐我净，无与涅攀，真如德相，是心佛与众生三无慈悲，平等去处乃为增长真乐真我真情心上。 而其道歉故也，心看到歉。问道：这一切见是什么？一切见有凡夫圣人、常服系统，在什么地方来分别他呢、啊？啊，就是说，因为啊，凡夫还有二圣圣者，一切啊都是属于颠倒的之前 他们有颠倒的知见，都是由于不能够呃觉知，觉悟了知。如来啊，有这种真常真乐真我真净，入于无余大破涅盘，有真如本性的这种万德的万德万能的相创。这种是属于心佛众生心佛。 还有众生，这三者都没有差别。的，在本性来讲，在真心来说，这三种都没有差别的。啊，迷惑了真心就变成众生；觉悟了心就是成佛了，就成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所以心和众生，这三者。 他的体性都是没有区别，的啊，他都是平等去除，在凡在圣，他都是平等去除。啊那么二凡外二胜，他们不能够了知这样子的情形，所以乃曰，乃在于对于、啊、这一种真实长处，真实安乐、真实无二啊、真实清净。 而心之善，而身体颠导啊，这个知天的轮廓。常则无正改动之意，性体虚荣，立三季而不迁，混万法而不骗，故名常乐，乐者安隐其灭之意，离生死逼迫之苦，正涅盘。 极尽持了，极灭持了，故名乐他。我者自在无碍之意，外道凡夫强力执财，主宰执持为我，乃是忘我。若佛所去，八自在为我者，即是真我。故名我得尽者离过无染之意。 诸佛净土湛然清净，如大云镜，了无纤翳，故名净土。啊，先看头次，常常是什么意思啊？无按改痛之意，没有暂时改变根痛的意义。心体虚荣。 我们真如本性的性体哦，它是虚极融通，是经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期而都不迁移的，它还能够混合一切万法而不变异，所以叫做常德乐德。而讲到乐德是什么意思？乐。 也就是安隐其灭的意义最为安隐，啊，是暂安其灭的这种意义。也就是远离生死逼迫之苦，真的涅盘寂灭之乐，所以称作乐的离开生死逼迫之苦。生死有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，六道法无众生的生死就属于分段生死。 三是三圣圣者的生死，就是变异生死。那么到了成佛，将两种生死逼迫吃苦，完全都愿意啊，就能够证他大波涅盘清净极灭的安乐，这个叫做乐的。接着讲到我的我我者，我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自在没有障碍的意义。 反复外套勉强安利呃所有主宰啊，复众生需用执着，我们身体身心就是我啊，安利强力主宰，而外套啊，建立这个神我，把当执着当做真我，其实这些都是忘我。多佛所去的八字在为我的精神。 假若是向佛啊所去处八字在啊，所以我的这种情形就是真我。讲到八字在我是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第一，他能够实现一生而成为许多生，实现一个身体变成许多身体。第二种，他能够实现。 一尘土之身而能够遍满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围尘的身体哦，它能够遍满整个三千大千世界。第三种，也就大声能够轻举远道哦，它广大的身体哦，啊，轻轻的就能够举起来，而遥远就到达其他地方。 向前看，呃，大鹏金翅鸟，嗯，它的这个翅膀一扇，两个翅膀一扇，大海水都分开了啊！它的力量这么大，然后它一飞就是九万里，哼、嗯，这么大是吧？所以，轻举远道啊，嗯，南佛比这个更更殊胜了？第四，性无量略，常居一土啊。 现现是现无量种类的众生，然而他却很常去做一土，不动其禅而分身十方、啊，这种意思。第五，诸根可以复用哦，他六根可以复用，眼根可以听到声音哦，而耳根可以了了皮射尘啊，六根可以复用，嗯，我们法物众生。 眼根只能对色尘，能够了了别色尘，而不能够了别生尘，啊，耳根只能了别生尘，不能够了别色尘，难而胜者，啊，佛八出根可以复用。第六，获得一切法，就如同无法的这种想法，啊，获得正得一切法，啊。 就如同无法的这种想法，而且是不着不着相的，不着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所以才叫做真正的佛菩萨哦。第七，他说一首偈送的意义可以经过无量劫都不穷尽哦。啊，你看佛辩才无碍哦。第八，身病出错犹如虚空，他的身体。 可以作遍而、哦、各个地错啊，犹如虚空无二、哦哦、这么广大，这个叫做八字太我，这个叫佛所去除八字太为我啊的情显，这才是真我，这才是真我，所以叫做我的净土。那讲到净头是什么净？也就是离过无染之意，离开一切的。

你有一点点尘埃的自障，所以就叫做净的，好净的。而凡夫人迷而不知，凡也非常气常，长气无常，非乐起乐，乐起无乐，非我起我，我起无我，不尽起亲，亲起无尽，是名八头。 非常起常者，四天一切诸有为法，故去无常，虚幻不实，只为时有苦；为了起乐者，四天无日之道，即是受苦之因。诸凡普人贪错不少，不求解脱苦；非我起我者，是他假合之身，本非有我。 于此幻色生长，强者主宰，望此为我过，不尽即尽者，自生他生。三十六物，五种不尽自身，本非是尽，反生贪草，以为是尽故，如是世欠，增长破叶。名为凡夫是龙岛歉啊！我们先看到这，然后下头就讲到二圣的是窟岛歉 所以合起来，是龙是虎合起来叫做八套，叫做八套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前面哈，而凡夫人啊，这里啊，他只说出男儿方夫之人，其实也包括一切二圣之人了啊。但是迷惑而不能克，了知，反而。 你非常执着市场，这个就是凡夫；而长期无常就是二神，非乐弃乐就是凡夫，乐弃无乐就是二神，非我执着是我，我执着无我，就是啊，就是凡夫二神，不亲近执着是亲近是凡夫；清净执着不是亲近 就是恶生的磁场合起来叫做八套八种的道歉哈。非常气长草啊，万、呃、物的非常执着是长是什么意思？世间一切诸多有为之法，诸多有为之法了。所以啊，既然是有为了，有为就得有造作，有造作就得有生命，一切有为法。 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嘛。所以都是无常啊，是虚幻不实，都是虚妄幻化不真实，而凡夫众生把它执着是实有的病苦，执着我们的身心而假和的身体当做实际的我，而执着一切诸法。 五蕴，每一蕴诸法，五蕴开出来的是是二处十八界，也就包括一切诸法，啊，也都把它执着，每一法都是认为真实是有的，这个就是有所谓的五持法持。这个叫做非常寂场，非乐寂乐是什么意思？四天五月。 色声香味触五欲或者猜测明食睡五欲的这种这个快乐，都是受苦之因哦。你享受五欲之乐，其实都是招感痛苦的这个正因。然而诸多凡夫之人却攀着不少，而攀着这些五欲。 的欢乐而不肯舍却，而不求解脱的轮廓，这个叫做非乐起的。非我起我是什么意思？不是真我之土是真我啊，四大假合，碧水火风四大假合的身体啊，本来不是我，不是有这个是我的。 然而，对这种虚幻色身当中勉强安利，呃，把把它当做主宰，而希望执着当作真我，来轮廓，这个叫做非我气。不进去净者，讲到不进，执头是进的情形，也就是我们自身他身不但是。 自己的身体或者他人的身体，都是三十六种不净物所组成的。三十六种不净是什么呢？啊啊，所谓的外向有十二，生气有十二，内涵，也有十二，合起来就是三十六。外向的十二啊，就另起出位听，一听天一天咯。啊，像花毛爪。 此时，内炎破，十六过汗，就是外向十二草。生气也有十二草，就是皮肤、血、络、筋、脉、骨、髓、房、高、脑膜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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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膜。就是生气十二。内涵也有十二，就是肝。 胆、肠、胃、脾、肾、心、肺、肾脏、熟脏、赤痰、白痰，合起来就是三十六物，三十六种不净物啊。而下头说到五种不净之身，五种不净是什么？就《智度论》上头说到有五种的不净。 第一种叫做种子不净，我们身体的来源是父亲母血，配合第八意识、第八意识、第八无赖意识啊，男体不净作为种子哦，所以种子就是不净。第二种叫做住处不净哦，住的地处也不净啊啊，入了母胎之后就安住在生脏之下、熟脏之之上。 第三就是当体不净，也称作自性不净，啊，这个身体呃本身就是不净，就刚才的所谓的啊三十六种不净，这个属于当体不净所含色的。第四种叫做外向不净，也就是九孔残留了啊，九孔残留不净了，是吧？第五种叫做旧竟不净。 人死了之后，渐渐就膨胀，哈，然后就腐烂，防水就漫流，秀无可比，哈。那么身体或者把它烧了之后，变成灰咯，灰不见了，是吧？啊，或者把它丢到石头里，啊，扔野道野兽去吞炭，都变成不进，不是不进的，啊，所以是就近不净。 这个叫做五种不净哈、啊，那么无论是自身他身都去除三十六种不净物，还有五种不净的这种身体，本来不是清净啊。而我们反夫众生反而升起贪着啊，认、哦、为是非常清净的啊的这个轮廓。如是世间增长苦业，名为凡夫是龙宝歉。 如此是种的啊，呃、啊，这种颠倒的支、啊、欠增长我们众生的烦恼啊，还有有肉的出现，这个叫做凡夫是龙颠倒的支欠。龙就是有龙盛，有生长，好像树木呢、啊，它有根本，遇到雨露的滋养，哦，它就一直长长起来。 那么我们仿佛众生有这种不正当的这个颠倒的知见，它就增长了哦种种烦恼，有漏诸业，所以称作世龙的仿佛世龙的倒怯。接着，常气无常者啊，下头就讲到二圣圣草常气无常者，发生常错，本无迁慨。 而于如来常住法身之中，忘记有变异苦。好，这个常执着正常执着是无常的情形是怎么样啊？这个佛的法身是常测，本来没有千变改易的。然而，在这种如来常住法身当中， 虚妄执着认为是有变异的名空，所以叫做常；执着认为是无常。乐即无乐场，这个乐安乐执着是啊，没有安乐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涅槃啊，这种清净其灭涅槃，广大的安乐，它是愿你诸苦的名空，愿你诸多苦恼。 而广阔，而乃为如来涅盘的从忘记是苦,苦，阔，乃却呃、啊、却是、啊、对对如来这种涅盘真正安乐当中，涅盘是他真正的乐的当中，希望执着是痛苦苦恼的变阔。 我起无我场，无生真我即是真场；不了无我法中，佛性真我于真我中，忘记无我苦。我执着是无我的情绪，无生能够证得无生的真理、啊，这个是真我。 这个就是真实的长处，真实的长处，啊！不了解这种无无我法当成这种佛性的真我，我们能够了得。用波罗的智慧，啊，以这个悟空的真我来，啊。 我空的这种智慧来灭除我执，以法空的智慧灭除法执，这个叫做了无我法。了无我法就是如此啊，没有我，没有师我也没有师法，将我执、法执都去除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就能够证啊，这个中道佛性。 中道佛性，这个就是正道真佛。那么在这种真佛当中，二圣圣者，他是希望执着，认为也是无我的这个病苦，尽即不尽者、啊，尽，执着不是不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体性正气，离诸过来，不了。 无和无常之境，乃为如来真净法中忘记不净故。这种清净，执着是不清净的情形，也是少。那么如来的这种涅盘，如来的涅盘，它的体性是真实清净。 愿你做到过非懒惰，而凡夫，啊，而二圣圣者，二圣圣者，他不能够了知，没有迷惑，没有障碍的这种清净，在涅盘当中是没有一切的烦恼，没有一切的障碍的这种清净，而他却在。 如来真实清净法当场，真实清净涅盘法当场。希望执着是不清净的缘故。如是世间乃二圣人观察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等法，被烦恼有消灭不生之意，名为四哭道歉 如此四种颠倒的之见是怎么来的呢？乃是二圣圣草观察，大、啊、家观察无常嘛，诸法都是无常啊，都是苦，都是空，那、啊、都是无我、啊，无常故苦，苦故空，空故无我啊，等等这些话。 而使令这些烦恼有拂晓灭除、不升起的这种意义，所以把它称作“自哭的道歉。就好像树木没有根本了，这些枝啊枝叶花果都不能够生起了。此八道歉，防护之人防守作为，皆是烦恼业力。 将此费心账户不开，不得真实事持用库。所谓烦恼费心不明阔，名为烦恼无名而障。烦恼耳是障障理，无名理障障事，其烦恼障者，为此纷繁此法，扰乱心神，饮贪等惑，暂避正道。 故名烦恼者，无名正者未出众生，从无始来种种颠倒，而为一切法善，无所明了，名无明障。此破是业识之种子，为烦恼之根本。啊，先看到这，啊，这种这八种颠倒的知见，凡夫之人。 凡是有所作为，都是烦恼业力的作用啊。所以，僵持啊，这层微妙支配的体现，就障碍啊啊不开，而不能够开显，不能够获得真实事实微妙作用的轮廓啊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呢？ 我们的心性、哦、啊，是居着真实，是之亦阔；居着常乐，我净亦阔；知居着清凉，不变自在亦阔。等等这些哦，是光明并照，是吧？啊、嗯，而他因为烦恼、业的关系，就丈夫住了，这些万德万能都不能够开启。 这个就是所谓烦恼慧性不明，故名为烦恼无名恶障。这里的所谓的烦恼业力，而使得我们这种啊微妙智慧的体现哦，就不能够显现出来，不能够显明的明廓，所以就称作烦恼无名这两种障。下头就说明这两种障。 烦恼障是啊，烦恼是障障理，无名理障障事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烦恼烦恼障它是属于是障，它能够障碍涅盘的离体，叫做啊，烦恼是障障理，无名是属于理障。 他却能够藏识，怎么说无名礼藏可以藏识呢？也就是说，无名这种礼藏，它能够障碍菩提微妙的智慧，使令不能够了知一切诸法的事项以及真实的体现。所以叫做藏识，无名礼藏有藏识呵。然后下头分别说明。 烦恼障跟无明障，无明障也称作手知障。哈，其烦恼障场，讲到烦恼障是什么也就这种，分环啊，知法分环啊啊，昏、啊、知法，恼乱心神，这种分环的法，能够脑海恼乱我们的心神。 也就因为贪、贪嗔、痴等等烦恼，就障蔽、遮障、遮蔽啊，障碍遮蔽真正涅盘圣道的轮廓，所以称作烦恼障。这个正道就是真正涅盘的圣道，叫做正道啊，因为烦恼障就是障碍涅盘嘛。 所以叫做烦恼障，无名障。障无名障是什么？未诸众神，意思就是说，诸多的众神，一切众神，从无始来，从无始劫以来，种种的颠倒之见哦，有种种颠倒的之见，啊，有了这些颠倒的之见，然而对于啊一切啊一切法之上，就无所明了不了。 无所明了，就一无所知了，就叫做无名唱，叫做无名唱啊！接着，此破啊，是意识之总扯，为烦恼之根本，这种的无名。 A 条无名藏，无名藏就是所持藏，就是业识，业识的种子，业识也提隆第八阿赖的这个种子，也是属于烦恼的根本，烦恼的根本，以二生而暗废心不眠，不能断去此藏，为菩萨断持。 欲破烦恼，必以智慧为首；欲破无明，必修不可说观慧为处。细审细查智慧德相本来无牵无骗，是如来常德；无生无死，是如来乐德；无挂无碍，是如来我德；无障无惑，是如来净德。 如是种种光慧相续相连，无尽无断，方乃正路中道第一义谛。啊，好，先看到这。此后啊啊，这、啊、谈小头。以二圣人，因为二圣之人，他这种啊。 妙慧体现不能够显明出来啊，那么不能够断除去断灭去除这种的障碍，唯独菩萨能够断除它。想要破坏烦恼，我们必定要运用智慧作为首领啊，以智慧为导。 那么，想要破坏无明、破除无明，们必定要修习，不可喧说微妙关照的智慧作为帮助。必须要细省细察啊。那么，这个智慧的德相，万德万能的相上它本来是没有迁移。 也没有改变的，这个就是如来的常的；爱是没有生、没有死的啊，就是如来的乐的；爱是没有过、没有爱的，就是如来的我的；爱是没有障碍、没有迷惑的啊，就是如来的净的。 如此种种关照的庙会，必须哦，要相续不断啊，互相连接，没有间，没有断啊，必须要继续这么精进啊，用功才能够证到中道第一义地，安住在中道第一义地的真理。 那么自其破亡，即无名破障顿破，而本有慧性顿开。向知无名烦恼为正草，即藏慧性，故曰无名藏慧。今则了知无名藏慧当体全空，何有形象？故曰非相，既非形象，安有去来？故曰非来。既无去来，则心无所啊。 则非心所缘，故曰非缘。若有所缘，是为亲净不空，成颠倒想，起破造业，则有生灭因缘之罪坏。今起非缘，则亦非罪。好，请看到这。啊啊，这个就是说。 自其破安，我们关照的智慧一生起，这些烦恼它就消亡；也就是无眠啊，无眠烦恼这种的障碍顿然就破除。然而本本来我们心性最初有的这种智慧的体现啊，妙慧的体现顿然就开显。 过去的这个无名烦恼，作为车站的情形，也就是车站一种庙会的啊这种啊体现，所以叫做无名的葬会。现在能够明了知道无名车站的啊无名车站这种啊这个智慧啊，那么当天全然是空闲。 现在能够明了知道，无名车站这种啊这个庙会，它当地完全是空体，哪里有什么形状啊？有什么形体相状呢？所以叫土灰象，既然没有什么形体相状，有形体有相状才有来有去嘛。既然没有形体相状，哪里有去有来呢？ 所以说会来，既然没有去，没有来，那么心啊，而且不不是我们新手能够攀缘的、啊，所以叫做会缘。假若有所缘的话，有所攀缘，有所缘念的话，那么就叫做心见啊，能能观能缘之心，所缘之境就都不空缺了，就都成为颠倒的，你看。 妄想就会哎生起迷惑，造出种种诸多有漏出出业，那么就有这种生生灭灭因缘啊，这个呃所生的这些罪法、罪业之法，经济非安，则亦非罪也。现在既然不是不是人心所能够圆的，那么也就不是。 即可罪业了，所以称作灰罪。又何八道生灭之有哉？既然之如此，哪里又有八道生灭啊？呃、啊，这种情形呢、啊？所以说，非八道无生灭。此为菩萨慧光明焰，为照，为乐，虚彻灵通，无量方便。 无障无碍，无量神片种种神通，种种妙用，皆以平等智为体性，一切所为所用，无非空非为用故。好，我们就先说到这吧。好，这个回向。嗯